好，各位朋友，现在是11:20，我人在这个滨江市场旁边哦，这样刚到。今天是比较晚点出门了，因为我比较晚起，其实是早上有事起来了，然后后来要回去补个眠，结果就睡到有点睡不起来这样子。哎呦，单来了，乐之本位，我看一下，两单。2.3公里，平均一单1点，可以啦，这个可以接。哦，想了，因为今天要冲烫奖，既然要冲烫奖了，因为这个今天礼拜一嘛，哦，那么我的这个三标跑了5趟，然后我想要把这个三标把它跑完。那假如可以的话，也是希望能够跑到4标10趟，这样15趟，不知道中午有没有办法完成15趟呢？我还不晓得，反正就尽力看看，尽力看看这样子。好了，我要去取餐了，在河江街旁边而已。好的，各位朋友啊，现在是12:14，那我已经完成了5趟，把这个是第三标的这个烫奖拿到了。是第三标吗？好像是，对，第三标烫奖。那500，然后加上我刚跑了，这样拿到了500多块钱啊。那接下来我想冲冲看这个第四标，这样子啊，顺其自然的冲啊，顺其自然的冲，这样。没有一定就是，中午就一定要把它冲到这样，那能够冲到当然是最好的哦。那我现在在东化北路上，东化北路市民大道，那我现在是要往这个富北民权东的方向前进，因为那边这个上班族的餐厅比较多啦，在那边比较容易接到一些真的是短单这样子。好 ，OK， 先这样。好了，各位朋友，我呢，送了我的这个第六单到这个东化北路东化北路260多号不能讲哪边啊，反正就是在边边角角的地方啊。那我现在就离这个富北民权东非常的近啊，所以我现在要慢慢往那边前进要去那边的麦当劳去等希望就是能够等到个，当然越多越好了希望能够就是冲到个，譬如说5趟6趟之类的，中午了这样，就应该讲说再来个5趟6趟这样，好，废话不多说，慢慢的晃过去啦。好了，各位朋友，现在我人在这个东化北路260多巷238巷的巷子里面啊。那现在是1:18啊，刚刚把手中最后一单送到这边来。那么现在呢，送了十趟。那我想再回到那个富北民权东那边的麦当劳跟这个路易莎等等看这样子。好，让我看一下我现在的这个机会没错我现在已经跑了这个第四标的这个5趟，那我是希望能够再拼个5趟这样，那晚上再去拼那个15趟啊，是不是15趟啊？对，晚上再拼个15趟我是希望这样子啦，我不知道午餐能不能完成这样。好 ，OK。
好了，各位朋友，我现在人这个刚过这个滨江哈，滨江市场哈，是吧？现在是4:49啊，我已经上线了。我呢这个第四标哈，第四标还差五趟哦，然后这个，是第一二三四，对啦，第四标差五趟哈，那就可以拿到那个趟奖哈，这样。烫奖200块，一点点哦。不过我要再停下来再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第四标啦？我真的是有点搞错啦，不是有点搞不太清楚哦。这样，我看一下一二三，对，第四标哈，然后第五标是15趟了哈，这样。那其实我有在想哈，要不要把这个第五标也跑到哈这样啊？因为第五标这个趟奖就整个多上去哈，整个多上去这样的。那么这个第四标五趟啊，第五标15趟，加起来总共20趟。我讲老实话，这个晚上我是有点担心冲不出来啦，这样哦，这样，因为按照之前的这个经验嘛，哦，这样就好像不太好冲这样。哦，只有德国面包，感觉好像很棒。好，不过我要出去，我已经上线了。上线那就没有办法，就是在那边看德国面包有的没有的啊，这样啊。那么我现在就是要过马路，好，我要往这个锦州街方向走哦，这样子，然后顺便看看就是那个麦当劳有没有单哦 ，Subway 有没有单这样子。好，希望啊哈，希望是能够跑到20场。不过真的要看单量，因为说老实话，今天的午餐的单量真的是不漂亮哦。那我看群组其实大家都在讲说，今天午餐单量真的是不好这样子，所以那我是觉得，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晚餐可能也会不好的，有时候这会是一个连贯反应嘛，我们这样子思考了，这样，也不知道，反正我原则上来说，先跑完这五趟，拿到这个第四标的这个趟奖，再来做决定，说不定可能我也是拿到第四标就算了啦，这样子，因为这样计算一下，我是觉得，这个时薪300块很有可能就会拿到了，这样。好 ，OK， 现在慢慢的往锦州街方向走啦。好了，各位朋友，目前我在复兴北路上面，然后慢慢要往这个东区的方向骑哈。因为刚刚在锦州街呢，我就停下来到 Seven 去买一罐水啊，然后在那边等了大概5分钟吧，前后加起来大概10分钟哈，差不多10分钟了哈，那我还没有看到就是我还没有等到这个系统丢单给我，那既然这样子，我就觉得可能今天那边的这个单呢，可能出不太来哦，那我就决定就是往东区走哦，因为东区至少。晚上单我觉得会比较多啦，这样，所以决定去那边试试看哦。今天的这个最低保守趟次就是5趟啊，希望能够顺利的赶快完成。好了，各位朋友，接到一单肥单哦，我自己认为是肥单啦哦。那么1.多公里而已，然后这个价格是160块哦，哇，那看到说好爽，赶快按下去啊。然后心中就突然间掂了一下，然后就打开那个内容物一看，哇，这33个便当啊！啊，幸好他有拆单，拆成系统是讲2位以上啊，那我不知道是2位还是2位以上啊，反正最好拆多一点，大家就不用扛太多便当。好了，我已经到了梁色汉。好了，各位朋友，目前呢，我已经送完了5趟，然后呢，第四标趟奖我也拿到，但是我刚呢没有算好，我多接了一趟，现在去送这一趟，那我有点犹豫哈，有点犹豫，因为现在又多送了一趟这样子，所以我要先把这趟送完之后，慢慢好好想一想。啊，各位朋友。其实我后来忍不住哦，我又多跑2趟，所以我现在是多跑3趟。
哦，现在6:23，不过我是已经下线，因为我现在在位置是和平东复兴，复兴南和平东哦这样。那这边很多单哦，都会把我往那个台哥大那边带哦，就是公馆那一区哦这样。那我现在是不太想过去，所以其实要跑，接下来还有12趟才能够拿到第五标的趟奖哦。12趟，我还在犹豫哦，要不要赌赌看哦。啊，反正都已经跑了那么高了吼，这样子，下礼拜这个周末趟奖是势必一定会被往上拉啦，这样，啊，再冲个12趟，好像也是可以。哎，其实我主要是担心吼，我跑着，然后剩下最后1-2趟，然后系统没有给我单啦，然后我又很惆怅，那个感觉就很不好，所以我。6:24，现在要冲12趟，我是觉得有点拼啊，我这么觉得，按照我之前的经验是这样。哦，不然其实，哎，6:24，然后7:24，6:24，7:24，7:24，8:24，8:24，9:24，3个小时。现在只能拼12趟，30-40人要军事哦，实在是不敢讲会不会有军事可以冲啊，这样。好了，果断放弃。虽然我多了3趟，但是我还是放弃，我放弃。我非常非常担心，差那么1趟或差那2趟才能够冲完那个趟奖，那我就白搭了，白搭了。哦，算了。好了，今天就这样子了，回家。明天继续。